是不是说的这个？来，走过路过的老板们，下午好，各位老板们，下午好。下午好嘞，各位老板们，有喜欢什么盆景素材的，也可以说一下哦，也可以说。我今天就花皮鱼哦。来，走过路过的老板们，下午好。这个花皮鱼真大哦，200米还包邮哦，这个这么大个花皮鱼200还包邮。这个地方带点扁的哦，这个地方带点扁型的哦，上面如果显高的话还可以接胆哦，还可以接胆。走过路过的花友们下午好，来，这个有喜欢的没？这个哎呦，这个我还是放了，拉屎怪疼的。哎，各位老板们下午好，来，这有喜欢的没？这个桩不错，这个桩不错，感谢一直陪伴我的花友们，下午好。你看他挖一个桩挖了好久，你看这个桩他上了那么久，一个还没整掉。这个桩还圆溜溜的土哦，圆溜溜的土，如果这个地方不喜欢了，还可以把这个地方再过2年它长一长，这个地方都那个啥了。各位老板们下午好，走过路过的花友们，来，花皮鱼哦，花皮鱼，有喜欢花皮鱼的，我花皮鱼哦，地上海马型的，哪是海马型？这个，是不是这个呀，老板？对呀，这个我给你转了看看啊，这个就这样，就这桩型就这样。这面就这样。刚才有个哥说这个这儿杆子直的这个地方修的有点多了，一会儿再把这儿杀一点去啊，回家杀一点去。那这个我喊的130米哦，喜欢的可以适当的少一点也行哦，130米。走过路过的花友们下午好，各位老板们下午好，行吗？那个鸟语哥，这个鸭货没有什么根儿，花皮鱼它基本上都没有根儿哦。花皮鱼因为它长在悬崖上，它就那几个桩，它坐在悬崖上没有根儿哦。你像那个对接白蜡或爱心果那种，还有那个他们那些桩都是根儿多，八方来根儿哦。这花皮鱼和那个朴树，一般都没有根儿哦，因为它长在悬崖上，它就没人管它了，它就没有，就那一个根儿，它就长得好好。回家你培养它，它咋长的不？我这个花皮鱼飘不动，花皮鱼啊。走过路过的花友们，晚上下午好，来。4:30过了，来，下午好，来，这个花皮鱼喜欢的没？130米啊，这个。130米。没喜欢我先放下喽。来，这个也好嘞，这个55米啊，这个有喜欢的没？来，这个造型的55米，不过这有点伤口啊，建议有伤口的，这个伤口投点鱼活剂没问题啊，这个建议有伤口的就不要拍哦。来，55米啊，这个花皮鱼55米。你看它下面，它这儿都没有，它就这样长在那儿哈。回家你就头稍开始，你稍微埋深一点，埋到这个地方，这上面套个袋儿，它这上面的扭曲度多好。
哪里的庄？湖北十堰的呀，湖北的哦。来，走过路过的花友友们，下滑来这个三十米啊，这个花皮鱼三十米，三十米。来，再来一个三十米的，这个也三十米啊。这个庄也三十米哦，都是没有根的哦，都是没有根的哦。来，两个一起的话，谁喜欢两个一起有五十五米啊、哦？两个一起的话，五十五米，三十一个嘞，这有伤口啊、哦，有伤口。刚挖下来的耶哥，你刚挖下来的。这里面有每天带来看我的都知道我每天的货都卖完了没有，我昨天就还剩下一个黄炉哦，昨天我就哎，昨天我好像就剩下一个黄炉，昨天我是挖了几个花皮，这个花皮什么花呀？哎，花皮开什么花呀？花开什么颜色呀？花皮开啥花是啥颜色呀？花皮有黄色的，有白色的。上一个，这个也三十米啊。对，都没根儿啊。花皮这生庄都没有根儿啊，回家都要修好自己长根儿哦。因为它在山上长，它就在就长这个根儿，它就这长了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三十一个，两个五十五。哎，浩哥，你是不是说这个？这下面这皮也掰了一点，不过这没事儿啊。鱼活剂我先跟你说好，这皮掰了一点，就这样。它长在悬崖上，这掉的时候，行的话你就扣一，我就给你写标了，是不是这个？你要截头不？截头你扣个一，我给你写标了。地上一颗，看看，我马上给你看啊！我给这个哥写个标，马上给你看啊。包邮的，包邮的，包邮的。花皮鱼啊，花皮鱼，什么头？用河沙种啊，用河沙种。什么？哎，说哪一个？嗯，江哥说地上哪一个？看一下呢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五十五米，我给你过一下啊。塘里没有啊，塘里没有，坨坨都是花皮鱼啊，今天都是花皮鱼啊。来，这个五十五米啊，来，是不？来，这个也是花皮鱼嘞，这个六十五，这个花皮六十五。塘里我们这儿有是有啊，今天没有啊。走过路过的花友友们下不好，来，这个六十五米，刚才有个哥是不是要看地上这个？自由，这个六十五啊，这可有根吗？哎，都没有根，都没有根，你看都没有根哦，花皮都没有根哦，就这样，这个面是这样，自由的心，这个六十五米啊，这个有根的，除非对接白蜡和爱心果之类的，它都是八方来根啊。那鱼和蒲都一般都没有根啊，因为它就这样长着，这儿就这样长着。来，这个六十五，这个花皮鱼，花皮鱼啊，花皮鱼，来这个六十五米，都是没有根的，没有，都是没有根的哦，都是没有根的。这样给我六十啊，六十米，我正大一个我包邮的，包邮的，正大一个包邮的。你说我这个庄子，我从山上挖的话，我就不说，我从山上驮下去，回家我打包还要时间了，是不？是不哥？来六，你要行的话就六十米这个，这哪一个啊？都是没有根儿哦，都是没有根儿的，都是没有根儿的。你看我这个这么大伤口，来这个三十米啊，这个
自由的，行行吗？60米，60行的话就给你，你就扣一，我给你写标。那你看我这个花皮鱼，明天发货，明天发货哦。今天我现在还在山上，明天发货。因为我这个花皮鱼，它不就这一个根儿哦，就这一个根儿，它不就这样坐在山上，坐在石头上吗？就这样坐在那儿，它长在那坨，因为它这都长在悬崖上哦。